用的 APA 还没有今天好，没关系，因为我们时间很有前紧迫，那很谢谢各位接受各位同仁接受我们的邀请。那在我们用餐之前呢，我们还是会先做谢饭祷告。那非你不是基督徒没关系，你就闭着眼睛就好，就听我们在如何做谢饭祷告。OK， 好，那麻烦请各位我们闭上眼睛。是的，阿爸父神，谢谢你赐给我们桌上的饮食，主。凭着你的爱，我们可以这样分享，也谢谢你，你的爱要从我们生命中流露出去。求你祝福这些食物，让你生命得到益处，也让每个来到这边的同仁，他们因为今天这样的活动，他们能够感受你的爱。祷告奉告主耶稣的名求， Amen。 OK， 吃吧。请尽全力去吃，不要客气，不要把食物留下。那水果超甜的，真的。瑞斯，他是来的，对，他是吗？哎，我不知，有的是鸡，等一下哈，我可能要买。哎，那个盘子，我有拿盘子出来，我什么都没有拿。对，牛肉，对，熏鸡肉。我突然想到那个纸盘呢。是 Eric 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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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ic 的，Hello。 你要讲什么？圣诞快乐，圣诞快乐耶。Hey Paul， Hello， Merry Christmas， Merry Christmas， Andy， 谢谢。Merry Christ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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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 ho ho， Ho ho ho。阿伯吃饱，真香真香。啊，你那披萨阿伯吃甜点呢？哎，你可以带我走。希望。还是。Merry Christmas。Me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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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ristmas。哦哦哦。Hi， Merry Christmas。Yeah。Merry Christmas! Merry Christmas! 我有在想说下午没什么事，可以去一些，那你刚才在比。然后也是美好的、美好的音乐。然后接着呢，就是请各位要观赏我们的一些我们的，就是我们所制作的 PowerPoint 的资料，那让你今天能够更清楚啊，圣诞节的意义。那也邀请各位一起，我们一起啊，欢度这个啊圣诞节。OK， 好，那我们待会我们会再放一卷一部那个 video， 那就是让你知道一个有关圣诞节的，就是一个人他的见证，那他如何去靠着上帝给他的这样的恩典，他今天可以只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成就出来，就是归于上帝给他的恩典。OK， 好。这个人看过他的举手，有看过他的 video 举手，都看过是不是？好，那当然影片呢是英文发音中文字幕，没有问题。OK， 如果看过他人都知道，他本来就是得了一种叫做海豹之症嘛，所以他没有手没有脚。哎，那待会内容就请看他自己如何告诉我们。那后来他也结婚了，他也生了孩子了，他的儿子四肢正常。OK， 有个爱他的太太，有个很可爱的儿子。好。What makes someone extraordinary?
their abilities, their talent, or simply their smile. When I first met Nick Vujicic, I knew I had just encountered someone extraordinary. From the moment he began to share his amazing story with me, I witnessed firsthand how God is using a man with no arms and no legs to be God's hands and his feet. My dad was saying that he was, you know, his head was next to my mom's head as I was being born, and he saw my shoulder, and he just went pale. He was hoping my mom didn't see me because he saw that I had no right arm. And my dad had to leave the room. And he couldn't believe what he saw. The doctor came in and my dad said, my son, he has no right arm. And he says, no, your son has no arm. He says, those who lay upon the Lord will renew their strength, that shall mount up on wings as eagles. I didn't need my circumstance to change. I don't need arms and legs. I need the wings of the Holy Spirit. And I'm flying because I know Jesus is holding me up. Don't give up on God. Because God will not give up on you. Okay. 我很喜欢最后一句话，因为今天各位你们能够来，就是神都没有放弃你们。感谢主。那在刚才他有提到，在约翰福音他讲，就是说。在中国人的理念里面，如果一个孩子生下来他有缺陷的时候，通常会说啊，你这半拍这点，对不对？然后说生气的音啊，很累，对不对？我是本省人，我会讲台语。然后，所以呢，在圣经里面他就用到这句话，这是因为他在身上显出神的作为出来。有点低，对不起，能够找缝隙看一下。对，所以在我们的。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相信凡事都有神的美意，神给我们都是那最好的。因为从小就看神在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因为圣经里面有一句话，他说：“你的头发他都数过。”我说：“你为什么没数我的？”我三个弟弟头发都非常茂密，可是我就没有。所以我从以前一跟神在问为什么，我想神有答案。OK，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已经看完这个影片，接着我们要让大家活动一下，好，我们会把一下时间呢交给 L， 我们也会来让接着唱歌让大家活动一下筋骨 ，OK， 好。好，感谢各位啊，弟兄姊妹，各位伙伴，好，我们因为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唱歌不是单单就是唱歌，我们唱歌是将我们对神的感谢哦，表达出我们对神的感谢，所以我们好不好？我们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谢谢。约翰福音3:16说：“神爱世人，神爱世人。”谢谢。好，约翰福音3:16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人，叫一切信入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远的生命。”哦，在这个值得哦感恩的这个日子，我们真的就是哦，如果说你今天可能不了解，但是我们也就是一起。因为这个歌我相信大家都应该都有听过，我们就跟着音乐我们一起来、哦、唱，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唱歌好吗？感谢主，谢谢谢谢。荣耀归于神。我是凡人，不是凡人，救主下降，当地界他为我祝天万物歌唱，祝天万物歌唱，祝天万物歌唱。是凡人，不是凡人，如此万法，难听都当歌唱。千年后。像一个神亮亮，像一个神亮亮，像一个神亮亮。
感谢都要归给我们这个坐在宝座上的神。我们相信，我们出生，我们不管是遇到的任何的情况，都有神的美意。就像刚刚那一位先生，他虽然没有了四肢，可是他还是平安在他里面。很简单，如果你没有听过，它也是，然后它的旋律很简单，你可以一下就跟得上，就是。三代的基督徒，我六岁的时候，我外公就带我去教会。那首歌从我六岁唱到现在，你看，我已经唱了46年了。就是这首歌，也就是当我自己在沮丧的时候，我当我在怀疑的时候，就像说，
我在问少林说，为什么你不数算我头发的时候，我就会唱这首歌。每个人都希望快乐，每个人都有好心情。好，那我们接下来这个部分呢，我们叫今天是圣诞节嘛，对不对？所以你常常会在街上看到 Christmas、Xmas， 对不对？所以今天要跟大家算是，这不是英文课，只是跟大家澄清一下，觉得哪个是对的，上面下面哪个是对的？下面是对的。上面对的举手。上面对的举手。我也不知道。好，那没有举手是 VS 吗？是 Versus 吗？你也写错啦。对，没有一点了。对啊，对不起，因为电脑不是我的专长。OK， 好，反正就是大家知道非那个 Christmas Xmas， 那我今天刚刚跟各位讲一个正确的答案。OK， 答案里面因为 X 它是来自那个字，就是 Christos， 那是个希腊文。OK， 你要知道圣经在第一世纪写是用希腊文写的，所以它用那个 Christos 的第一个字 X 代表前面，因为后面个 Mass 那是一个就是主的圣餐的意思。OK， 所以呢，下次你可以很正确告诉别人 Christmas 没有一撇。OK， 没有，可是一般都喜欢大家都一撇。那是错误的，对，那是据百科维基百科上讲，可能在东南亚比较普遍会有个 comma， 那是错的。OK， 在西方国家应该不会有 comma， 你可以去注意看，因为他们清楚是因为那个字来自于希腊文 Christos 那个字。好，那现在就是跟你们上了一个我觉得对我个人也觉得很有趣的一个问题。好，那大家都会问说，耶稣真的来过吗？有耶稣这个人吗？还是只是传说中的一个历史人物呢？好，那我们就是有一天，我有 C 月的，是神是另外一个。那就是说 BC 知道什么意思吗 ？Before Christ。那 AD 呢？不是 After Death， 不是他死后。OK， 好。BC 是英文，是 Before Christ。OK， 所以你会发现在西方人的认识里面很清楚，他们的年代界限就有耶稣诞生那一年分前面后面，对不对？好，那往后呢 ？AD 呢？它不是 After Death， 它是来自一个拉丁文，就是 Anno Domini。OK， 好 ，Anno Domini 这个是个拉丁文。那它就是西元跟耶稣纪年。那这个解释是由牛津字典上面的注释的解释，就是 In the year of the Lord Christ Jesus， Jesus Christ， OK， 好，就是我们耶稣诞生的那一年开始，之后才叫 AD。所以很清楚告诉我们，耶稣来过 ，OK， 好，所以你不用。那接着呢，我会让各位知道说为什么要叫耶稣基督，或者是什么意思。很有趣哈，因为我找这答案也找好久，一直我去上圣经希腊文的时候，我才发现才找到这个答案。Christ， 它是很有这样基本概念。旧约它是用希伯来文写的，新约它用希腊文写的，因为那个元年之后，那个就是罗马帝国，他们共同的语言是什么？官方语言。所以你会发现圣经里面它用的是。Christ 那个字是希腊文，它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 Messiah， 大家听过这个字对不对？它的意思就是受膏者。你要知道以前就是因为以前个国王要封谁的时候，他不是用油 在抹他的头吗？就是受封他，就是一个动作，他是受被受膏的那个。OK， 那 Jesus 他是希腊文，那他的希伯来文呢叫做 Joshua。约书亚听过吗？听过。OK， 所以呢，希伯来文 Joshua 的意思就是救主的意思。好，那所以呢，刚刚讲 Christ Jesus 就是说被恩膏的那个救主。对，现在各位都比一般人清楚是为什么叫 Christ Jesus， 对不对？好，那在圣经里面，它有一句经文，就是说当。这是在马太福音，当施
神差派使者天使告诉玛丽，跟玛利亚的先生叫 Joseph 约瑟夫，他说玛利亚将要生一个儿子，他要给你起名叫，你要不要起名叫耶稣？因为这个名字不是耶稣爸爸或妈妈帮他取的，这是上帝要说他的名字要叫耶稣。 OK， 因为你知道就是说耶稣刚才讲说先知告诉他说有一个女子要为要生一个儿子，你要起名，他就为你们这样生，然后呢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所以700年后 这句话实现了，就是耶稣诞生。 OK， 好，这是先知的预言。所以刚才那个 Nick 在讲说圣经是神所启示的，每一句话就是旧约是神启示写那些先知写下那些话，新约是一件一件一件事情的实现的。 OK，好，我们今天的重点呢就是，好，每个星期二呢在308教室啊，就是我们目前有几位基督徒的同事，我们在那边聚会，那我们在那边祷告唱诗歌一些的分享。那我们在你不都我们希望，如果你不认识，你还不认识神，你也不是基督徒，没有关系，我们非常欢迎你。或者你在工作上面，或者你在生活上面，你碰到什么样的问题，你那边来，我们都很愿意为你祷告。那我们就让你的问题交给上帝，你看神怎么为你开路。OK， 好，那星期二的中午12:30到1:30，你可以带你的午餐过来。那我们开始在吃饭的时候，一切前面的分享，然后我们唱诗歌，然后祷告，然后我相信我们。在我们过去的大过程，我们从开始到现在，神一直在为我们，在工作上面、生活上面的难处，我们交到他手中的时候，神一直为我们在开路。我们很清楚，神没有任何一个问题大过神的能力。OK， 所以到今天，为什么基督徒还是一直愿意在这个神的托付上面，愿意一直去？